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在一个中国的餐厅。我跟谁在一起呢？我叫 Eric， 我是德国人。现在我在泰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这边天气比德国好多了。那你来点菜吧。因为我今天迟到了半个小时，所以他很饿。这个是皮蛋。哦，你都知道皮蛋，好棒。吃过。你想吃辣的还是甜的？我更喜欢辣的。辣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水煮牛肉。这个就是很辣很油的香菜吗？香菜吗？嗯，我觉得是四川菜。四川的哦，这看起来很棒。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田就是farmland， 鸡就是 chicken，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可能会以为它是鸡肉。但是不是鸡肉？它不是鸡肉，对不对？可是中文我们会写田鸡，the farmland chicken。Good。OK。干的。好的。还在。可以啊，那应该要喝酒才对。一般我不吃肉。你不吃肉？对，我是比较吃素的人。Okay.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想吃，我也吃肉。Okay. 也在泰国我吃很多鱼海鲜。那你不想吃田鸡就不用点。我以为你想吃。我想吃。Okay. 有时候我。你知道怎么用中文点菜吗？我想我知道。服务员点餐。好，加油加油。How do you say 加油 in German? Auf geh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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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见那个豆干，然后那个海带，那个菠菜，然后那个天气，还有那个羊肉。好。你还有什么推荐的菜吗？一般大家会点什么菜？就是有什么特色菜吗？麻婆豆腐是外国人点的吧？外国人点的吧？okay. 不要点麻婆豆腐。OK 好 ，OK 那就可以了。这 WiFi 密码是什么呀 ？WiFi 等一下。哦，好，谢谢。什么椒盐田鸡 ？Fraud. You can never tell it's fraud. 蛋，豆干。铁板羊肉，这看起来好漂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试试。是酸的，是酸的，应该是醋啊。醋，这个醋是做什么的呀？放饺子，我们没有点饺子啊。哦，这个也可以加这边，谢谢啊。好吃吗？好吃好吃，很lekker。很lekker。在德国，人们讲这个是很奇怪的。对。在法国也有人吃这个。对。很好吃。很好吃。你为什么想去马来西亚？我去过两次，我有两个好朋友，所以我可以跟他们见面。也可以工作，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每个地方工作，然后可以去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对不对？对，我也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可是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泰国南边的一个岛，然后我想啊，那我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可是我发现我在旅行的时候没有办法工作。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我去那个南边，在泰国我也是很难工作。对，没有特别好玩的地方可以看。这好好吃啊！泰国菜好好吃啊！这好好吃啊！这好好吃啊！拔丝红薯。And you put it here to cool it down. Dessert time. It's so good.
这个吃不完了怎么办？那我们打包吧。那我们买单吧。它在哪里？你要请客吗？可以。In China, we fight over the bill. 今天我请你好吗？你不能说You need to fight with me over the bill. 今天我请你好吗？我请客。不行，我请客。你下次你可以请。不行，今天一定要我请客。这是我的 area， 这是中国饭店。有很多日本人。那你是日本人吗？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 AA 吧。可以的。你好。不会的。那这个可以打包吗？谢谢。好像有点难啊，它有点冷了。谢谢。